好啊。Chatroom 有人想问腾讯啦吓，咁就话今年可以上网几多咧？佢500蚊有货啊吓，有一手可以点样做？今年咧其实未知道，因为始终时间比较长啲啦，要睇个业绩啊。咁、但系我只能够讲咧，短期我自己觉得咧，大概350到400蚊啦，行住个区间先、再上嘅话咧，其实另一个裂口咧。其實就大概420蚊到咯，咁所以我諗400蚊、420蚊咧，喺可見將來咧機會都存在嘅，咁但係要佢行，要佢行先咯。咁但係你話上到去5嚿水嘅話咧，其實都已經要翻去，咁又唔係好耐嘅，係講緊大概舊年11月咯。咁但係成件事都唔同咗嘅話咧，我覺得未我答唔到你幾時，但係我只能夠答你就係400蚊同420蚊係而家見到嘅兩級阻力咯。